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那就被你傻傻玩弄了。喜欢你的我，不行，我要告诉他。你觉得是我还是你呢？苏雨桐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，滚！雨桐，你怎么突然就被解雇了？这里就你表现最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方案有几个漏洞，你看一下。这是薇薇小姐之前做的，我们给意见都被狠狠的修理了。你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陈默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？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到的。陈默，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薇薇啊，这个方案的预算怎么这么大？这个是跟我一个朋友公司合作的，他们又取到消息，稳赚不赔的。陈默，难道你不信我吗？怎么会？放开我！还有多久才到手？我现在债快到期了。急什么？都等两年了，还差这点时间吗？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找我帮你陷害苏雨桐的，你可别翻脸不认人呢。知道了。糟了，头痛。薇薇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刚遇到一个熟人。走吧，走吧。陈总，不好了，公司的资金被转移了。什么？没想到你还是和两年前一样傻。你们？没错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你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两年前的你吗？我只不过是看中你的背景罢了。利用苏雨桐，你就对我更死心塌地了。你别说这么多了，这已经是我们的地盘，滚吧。等一下，雨桐，这份合同根本没有生效。什么？转移资金的消息是假的，为的就是让你们露出马脚。这里还有你们企图诈骗的证据。算你狠！雨桐，对不起，我没事就好，我先走了。雨桐，可以给我个机会弥补这一切吗？不需要了。可是，这不是我小时候弄丢的手链吗？怎么在你这？我眼泪都笑了，谁还想哭呢？再勇敢。